欢迎收看《玩具都是我的小孩》。噔噔，我今天不在家里，我在外面饭店，因为生日出来住宿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要开箱是我的生日礼物，超级期待的。那先欢迎今天的玩具嘉宾，噔噔，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他们就是 Sony Angel。然后呢，他们三个，这个是太阳，这个是向日葵，这是狮子。因为我是狮子座的，然后这三个我觉得都跟狮子座有关系。他们当嘉宾，好，那他们先站到旁边喽。第一个要开盒的就是他们最近出的吊卡 Summer Island Holiday 岛屿假期。然后呢，这个吊卡它有分有这个白皮跟另外一款黑皮的。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配色，所以我选了它。然后它很特别哦，它是比一般的娃娃大一点。你看比起来，它是 135% size 的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打开看看里面长怎样咯。哇，超可爱的啦！然后它的头是这个热带鱼粉红色，然后它背了一个背包，然后就是夏天要去冲浪咯，而且它的裤子很漂亮哦。然后它这个岛屿很特别，它就是有那种沙滩，然后还有这个椰子树啦，小椰子树，然后后面是这样。然后它这个包包很特别哦，就是它有一个是冲浪板，冲浪板好像可以把它拔起来的。卡的蛮紧的，好，也是 OK 了这个配件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底座哈，它是有磁吸功能的，所以可以粘在这边，然后也可以分开，哇，超可爱的啦。然后这个冲浪板，哇，这样子夏天超酷的啦，我也想要去冲浪。然后呢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腰带有一个这个 Ruby， 这个好像就是那种平常他们大营的那个角色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开箱的第一个咯。那我们看接下来要开箱的。第二个要开的是刚刚才上市的2022年版的马戏团系列。然后呢，这次呢一样就是有六个基本款，然后还有一个大隐藏跟一个小隐藏。好，然后就来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是谁咯。这些纸好像都是每一代的那个造型，所以不是针对特别的这一代。第一只马戏团是，噔噔，哇，小丑羊，我喜欢这只，它超可爱的。然后它是羊，绵羊嘛，然后它是小丑装，哇，超可爱，转一圈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它头上有很多的彩球，然后一个那个鼻子，红鼻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绿色的黑桃，超可爱的。那我们来看下一只是谁咯。第二只马戏团是。哇，这个是小马，小马吧，然后它有这个帽子彩球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围兜兜，有一个星星，然后小马转一圈，后面是这样子，哇，他们两个应该都是马戏团重要的角色，超可爱的啦，哈，好，那真的就是我今天开箱的我的生日礼物，就是有这一个夏日的度假，然后还有他们两个，然后还有这些可爱的狮子座Sony Angel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